来选，那是你选深山还是大冒险？你想我选什么？哇，我还以为编程课很无聊呢。爱情要在飞机上见证。我觉得他可能想跟飞机相处一下，那就让他俩去相处一下。其实也可以去试试看一下。这种戏嘛，你下巴给他扣住，是你可以头稍微再侧过来一点点。嗯，好难啊，好难。不简单的小星星行不行？就必须要学会嘛，真的。这么简单你还驾驭不了？就你一个吗？没有了，就我。一脸的失望。最感兴趣的异性。妈呀，这些问题。那你们闭个眼吧。好了。哇，我不是很喜欢浪费时间，我也不喜欢就是说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可能说已经没有结果的事情上了。那你觉得小哥，你觉得泽泽怎么样？正面对峙，我刺激了，刺激了。今天的主题叫做课程表约会日，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最喜欢上哪门课？体育课，非线性编辑课。我最喜欢下课，我最喜欢下课。你们要不要来玩一个游戏啊？我愿意用我的人格跟你担保，你这个是真的有点吓人。爱情要在飞机上见证。老师要这么出场哈，出场自带 BGM 的男人。再靠近一点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他真的好老实啊，对，他讲课好有逻辑啊。好了。正格则，头拿过来。哇，好开心哦，第一次有人被打还那么开心。